这么的蠢啊，岂敢对那个小伙子就顶住了一个门儿啊。大婶啊，那个大娘啊，叫你那个寸身劲儿啊，一见着那小玉兰他就没有吃了，哎嗨哎嗨呀。串门呐、啊，他说接根针呐、啊，钉好了那裤头啊，钉呀嘛钉口门儿啊，工作服那个缝啊缝啊，白费了半天劲儿啊，熬袖子连那刀，钱呀嘛钱大劲儿啊，哎嗨哎嗨呀。那个串门啊，他说接个盆啊，洗完了衬衫啊，洗背心儿啊，白手套那个揉啊揉啊，揉得个稀糊烂啊。他还说呢，嗯，这肥皂怎么啊，不要嘛不推泥儿啊，哎嗨哎嗨呀。三回啊，老大婶也看出来这里有一步棋儿啊，没等那那个小伙儿啊再张嘴儿啊，得了孩子你们唠着，我到东院去干啥去啊？嗯，我去串门啊，哎不，我去找小鸡呀、啊，哎